皮裤小公主2015年凭借晃眼的皮裤踏平了整个时尚圈，甚至在跨年夜还在皮裤上绣上了一个大写的皮裤。而1月5号，在福布斯官网评选出的2016年全球30岁以下最具潜力音乐人中，邓紫棋以唯一的亚洲面孔入选该榜单，在众多欧美歌手中显得尤为突出，并且邓紫棋在该榜单中还排在了第8的位置。皮裤小公主不仅得到了国内粉丝们的认可，就连选妃榜单都对她另眼相看。而之后，邓紫棋也在微博上感恩家人、歌迷和工作团队，粉丝们也是兴奋起货，紫棋宝宝棒棒的。前不久才刚结束73场全球巡回演唱会的邓紫棋，看来在2016年又将全面发力冲击乐坛了。芒果捞新闻，好想买一条邓紫棋同款皮裤的说呢，报道。